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课程，学思达与师生对话。那我是高雄市一民国中郭敬诚。我想要先请杰克切换到简报，谢谢。好，我想要先跟大家做个问候哈，然后想要了解一下大家目前呢在哪个地方。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点选YouTube 上面会有一个互动问题一，心情红绿灯。那邀请伙伴呢也进入这一个表单里面，那帮我们填写一下这一个表单哈，就是你希望今天呢怎么样被称呼？那目前你所居住的城市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来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如何？那就邀请大家呢，在表单上面进行填写。那我也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哈，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是有一点点黄灯的哈，有点紧张。那当然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伙伴可以来一起参与，然后面对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呢，是蛮特别的。那之前我有试着做一些直播，但今天比较特别是。长达90分钟啊，所以我呢先邀请所有伙伴，此时此刻在线上的伙伴呢，可以分享一下哈，你所在的一个地方，还有城市啊。那我们在好，那我一边等待的同时呢，我一边也了解一下哈。那不晓得那个我试着去切换一下那个画面，等我一下哈。好，那没有关系哈，因为在切换画面上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然后我先直接用复述了。目前已经有35位的伙伴有回应哈，那有来自于达拉斯、新加坡，还有美国德州哈，好，蛮多伙伴的。那大部分的伙伴呢都是绿灯的状态。好，那有15%的伙伴呢是在黄灯的状态哈。好，那有持续在增加中。目前呢已经有47位的伙伴回应哈，有50位。好，那谢谢各位给我这个回馈。好，那这个。心情红绿灯呢，它有一个功能哈，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自我辨识内在情绪安顿的很重要的窗口。好，那我也邀请大家就可以继续哈去表达你的此时此刻来做一个说明。好，那大概就三个部分哈。那另外呢，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课程有任何问题的话，我最后呢会准备一张回馈单，你可以留言，在回馈单给我回馈，你也可以直接在YouTube 的一个直播上面的聊天室留言也是可以的。好，那最后呢，如果你有在 Google 表单做回馈的话，我也会把今天的简报 PPT 跟你分享。好。今天的课程重点呢，大概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学习辨识我们的负面情绪，第二个是了解师生的对话流程，然后以及认识学思达一个教学的操作。好，那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各位分享我很喜欢的这个故事哈，它叫《犹太女孩的三个回答》。那这个犹太的犹呢并不是写错字哈，这是我刻意这么做的，这是对于对这个族群的一个重视哈，避免产生一种歧视。好，这个犹太女孩的故事呢，我先说一下。就有一天呢，有一位爸爸，那这个爸爸呢正要出门，那这个爸爸刚好也是犹太的长老。那犹太呢小女孩大概5-6岁吧，她看到呢爸爸要出门的时候呢，就跑过去问爸爸，爸爸你要去哪里？她说呢今天要开会哈，有一个长老会议要开会，
那那个女孩听到爸爸这么讲，就立刻说，爸爸长大之后我也想要跟你一样哈，成为一个犹太长老。那爸爸呢就笑着说，宝贝女儿，你这个想法很好哈，不过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族群都只有男性才可以担任犹太长老，所以你的这个想法未来可能是很难实现的。那女孩呢就开始有一点点的闹脾气说，那不管我就是想要当犹太长老。好，那我想要问各位线上的伙伴，你可以用稍微思考一下哈，那如果你在你身边也出现孩子这样的一个提问，或者是闹别扭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处理？好，你会怎么做？好，这不用回答我哈，就是你思考一下，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内在的感受，还有你的观点又是如何？哎，那这个爸爸的做法非常特别哈，这爸爸呢就问他一个问题，就问他说，这样好了，女儿啊。爸爸问你一个问题哈，看看未来你有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犹太长老。那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有一对双胞胎呢去清理烟囱，那清理烟囱完之后出来的时候，一个人脸黑，一个人脸是白的。那请问女儿啊，哪一个人呢会先去洗脸？好。那讲到这里呢，在正式公布答案之前，我想要问各位哈，那请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互动问题二，你觉得谁会先去洗脸呢？请你写下你的答案，就直觉的判断就好。那如果你听到了这个问题，你觉得谁会先去洗脸？好，我也来看一下。大部分线上的伙伴的答案会是什么哈？那请你就直觉的点选哈，做个回馈。好，好，目前呢，大部分的回答是，蛮有趣的哈，各一半呢哈，就是脸黑的会先去洗脸，脸白的会去洗脸哈。是因为大家都有听到这个故事吗？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哈，还是什么原因？我现在发现，选择脸白的会去洗脸的呢，现在占大多数哈，还蛮特别的。好，那接下来呢，我继续来公布哈。那实际上呢，那大部分的回答都是脸白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是，其实呢。爸爸的回答呢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说小女儿呢听到爸爸的问题之后，她的回答是说，爸爸我觉得脸黑的会先去洗脸。然后爸爸就立刻回应她说，哇，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未来要成为我们犹太族群第一位犹太长老是很困难的哈。所以小女孩一听到这个答案，爸爸的回答之后呢有点紧张哦，她立刻就想了一下，爸爸我知道了，应该是脸白的。那爸爸这时候呢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对小女儿说，哇，你的答案有比刚刚要好一点的，不过呢你要成为犹太的第一位女性长老呢恐怕还是很困难的。那这时候呢爸爸要急着去开会，就往门口走了。没想到呢小女儿呢突然间呢上前抱住了爸爸说，爸爸爸爸，那爸爸就有一点不耐烦，他说，我现在真的有点急，要去开会了，你再这样子闹的话，爸爸有点生气了。那小女孩说，没有，爸爸我只是有一点好奇。那爸爸说，你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说没有了，我没有答案，我只是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爸爸。这个问题呢就是我现在所说的哈，他问爸爸说，为什么明明是同一对双胞胎呢，从一个烟囱进去一个烟囱出来，结果其中一个人的脸变黑的，另外一个人的脸却变成白的呢？这难道是可能的吗？好，那一听到呢这个回答，爸爸呢本来是不耐烦的突然间呢变得很开心，而且立刻蹲下来
抱着女儿说，女儿啊，爸爸觉得你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犹太族群第一位女性长老。好，那这个故事呢，非让我一直很深受吸引哈。那我在想哈，这犹太女孩的这三个回答呢，可以让我们去思考一下。还有，为什么这个爸爸呢会给予这样这么大的一个肯定？一开始小女儿的回答是说，应该是脸黑的会去洗脸。像这样的一个回答，其实是一个比较直觉的哈，比较欠缺深思熟虑的一个回答。所以爸爸觉得，女儿的一个可能性哈，未来想当女性长老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可是等到女儿进一步去思考，脸白的才有可能的时候，爸爸觉得说，哎，答案有好一点，也就是说，你有认真的去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哈，不再只是自视的立即不加思索的回应。那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层次的一个提问，当女儿也开始对爸爸的问题提出了好奇跟疑惑的时候，对于这个根本的问题的条件设定也感到质疑的时候，爸爸才更肯定她。好，那从这里我想有许多的人如果有了解犹太族群他们的教育理念呢，其实是很鼓励下个世代或新的世代学生也好，或者是孩子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能够大胆的去质疑，并且去挑战所谓的权威哈，而是你要经过自己的思考所得到的一个信念信仰才是真正属于你的。那这个故事很吸引我的原因是在于它鼓励了我们要去对于原本大家深信不疑的一些事物呢去有所保留，提出好奇跟质疑。而这个文化让我也去想到了我为什么会这么的认真的在学习学思达还有萨提尔。在我接触这两者，不管是学思达还是萨提尔之前呢，我跟学生的互动，或者是我们在看待很多事情，都很容易被于行为本身，或者是一个比较外显的可被看见的部分呢，会一种深信不疑，而且花了很多的心力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面，但久而久之总是觉得问题并没有真正被解决哈，可是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做。比如说我在教学现场，我的过去的教学遇到困难了，我知道有问题，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和学生的相处，我明明很关心学生，可是呢，越关心学生的师生关系反而变得很紧绷哈。老实说，像今天早上早自修呢，我跟学生的一个互动，我自己就觉得不是很理想。好，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待会有机会我可以再讲一下哈。那简单来讲，就是以前我经常会被于看得见的一些行为呢，所就是吸引我的目光，而我把所有的心力呢用来处理这个行为本身。可是当我在接触了学思达的教学，还有萨提尔的一个对话方式之后，我真正学会了提问，或者是开始比较熟悉如何正向好奇的时候，我发现天哪，原来在行为的下方还有每一个人的内在有这么多的层次是可以让我去好奇的。而当我可以这么做之后，果然许多的问题不再是问题了，我可以比较轻易的跟学生呢产生了真正的对话。好，所以对我来讲，学思达教学法或是萨提尔的对话呢，这两者就是给予我一个比较清晰的教学的步骤，还有可以让我知道怎么样好奇学生。好，换句话讲，这两者呢其实提供了教学就是所有的老师呢我觉得很值得参考的一个架构。透过这个架构，例如说以萨提亚女士所讲的，他对于人的内在的一个冰山隐喻，
以前我们都会着重在行为，那现在我看到学生的某个行为之后，我会试着去进入他的内在的感受或者是其他层次，去对他产生正向好奇。那以学思达教学来讲，我就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方法来进行节奏的变换，来让我的教学更有效率，或者是让学生的学习呢更为有效。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的一个实施的具体的架构。好，那我们现在呢想要邀请大家呢去阅读师生冲突，那事先有请各位先下载讲义。那我想要邀请各位如果你已经读过师生冲突这篇文章的话，那请你思考一下，如果你可以为这篇文章下一个标题，用四个字来下标题的话，你会如何下标题呢？请你直接留言在YouTube 上面的留言区就好。好，那如果你已经有看过的老师呢，就请你在留言区留言，聊天室的地方留言。那如果你还没有看的你就可以把声音关掉哈。这就是一个直播的好处，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学习样态，就是你还没看完这篇文章的，如果你怕被干扰的话，你可以稍微把声音关小或者是关掉。我会给各位两三分钟呢阅读这篇文章，那我也会持续的把各位的阅读后的一个标题呢把它呈现出来。好，那请各位直接在YouTube 上面的一个直播的聊天室呢留下你的标题就好，不用成语哦，你就直接留下你的一个直觉的这篇文章，你看完之后你会用一句话四个字左右，你会怎么去诠释它。好，那在大家还在阅读的过程中呢，如果老师你已经读完了，那你可以听听看我的分享哈。其实早上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学生呢有做了一些不恰当的行为，那我有发现我的内在的情绪呢立刻就高涨起来，那就有一点生气哈。可是呢现在学习了Satya之后，比较好的是我对自己的情绪变化会有比较高的敏觉跟自觉哈，所以那个觉察会比较快，所以那个情绪的对我的影响会降低一些哈。好，那请大家就留言。好，那有位老师留言的是他觉得这篇文章他的标题他会这么像沟通不良。好，那我也邀请各位其他伙伴可以继续呢留下你的标题哈。好，那我再继续往下说。那我现在邀请各位你应该也有印了第三份讲义，就是负面情绪列表那一篇讲义，有冰山的这个讲义哈。我想邀请各位设身处地，如果你就是故事中的这一位老师的话，你会有哪些的内在的情绪？那请你拿一支笔呢，用圈选的。好，例如说，如果我是这位老师呢，面对这个学生，我可能我的内在会有一些生气，那我邀请各位你可以越仔细越具体的去辨识自己的情绪。好，比如说除了生气以外，我可能还有不安，那个不安是天哪他摔椅子了，接下来还会做什么。好，我可能会感到不安哈。好，我有一点紧张，有点慌张。好，那请各位老师呢可以具体的去圈选，如果你就是冲突事件中的这位老师的话，你的内在会出现哪些情绪。好，好，那如果你已经圈选好的呢，请你就来到直播互动问题三哈，进入这个表单，然后请你去填选哈，去填选你总共圈选了哪几个情绪哈，有没有超过五个还是未满五个，那请各位呢去互动问题三呢去留下你的回答。如果你是冲突事件中的老师，请你先圈选你可能会出现的情绪，然后请你回应我哈，你的情绪呢大概会有几种，是未满五个，五到十个，
还是十个以上，而这些情绪里面你最强烈的一个情绪是什么，那请你留言回在 Google 表单上作答。好，那我先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呢，目前有12个留言哈。好，我看到的是大部分的伙伴出现的情绪大概是介于5到10个左右，那有四分之一的老师呢超过10个。那我看到大部分老师呢最强烈的情绪是感到挫折还有愤怒。那不晓得伙伴的这些情绪跟你的状态是否是一致的。好，那目前有更多的老师留言了哈，我再很快的回应一下。大部分老师的情绪超大概 50% 是5到10个左右，然后他们比较强烈的情绪是感到挫折，然后也有人是感到生气的。好，大部分老师大概是两种，然后也有老师是觉得自责或者是感到烦躁，有点失望，会有点受伤哈，非常多元的各种情绪的一个表达。好，那我们再回来哈。好，那我想邀请大家换位思考，那如果你是这个师生冲突事件的学生的话，就是那一个把椅子摔出去的这个学生，这个学生的内在很可能会出现哪些情绪呢？也邀请各位用笔来画线，因为刚刚是用圈选的嘛，现在邀请你站在学生的一个立场感受，请你去想象，如果我就是那个跟老师产生冲突的这个学生，我的当下会有哪些情绪？那请你用划线的，比如说我会感到愤怒，但我可能也会有一点害怕跟恐惧之类的。好，那就邀请各位回到讲义三，然后拿出笔，刚刚用圈选的是老师的部分，现在请你用划横线的去画出学生可能的情绪是什么。好，那如果你画好之后，我邀请各位呢到互动问题室，那一样哈，刚刚我们是老师的情绪的一个统计嘛，那我现在想邀请大家的是，如果你是这个学生的话，你越仔细越具体的去辨识，你觉得你内在的情绪会有几个呢？好，那我来看看大家的哈。好，大部分的老师呢也蛮特别的有些老师大概觉得可能不会超过5个觉得学生的情绪，然后也有三分之一的老师呢认为，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的内在的情绪可能有5到10个。好，所以刚好是三分之一哈。我再回到刚刚的那个老师的部分，我来看一下哈。好，刚老师的部分呢，大部分的老师5到10个。好，那如果是学生的话，也会大概是5到10个。好，那如果是老师的话，内在的情绪超过10个的大概是 27% 左右。好，那你觉得学生呢内在的情绪会有几个？好，大概超过一半以上的老师认为是5到10个。好，然后学生的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呢？学生老师们的同理的结果是会觉得很愤怒，很生气，很烦躁，也会感到委屈。有老师会觉得好，那目前统计的结果最多的是感到愤怒哈，然后有超过一半老师，如果站在学生的立场上面，他发现学生的内在的感受，有超过一半老师认为会有5到10个以上。
好，谢谢大家的回应。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哈。那我想要邀请现场的老师，经过第一回你圈选老师的情绪，然后第二阶段呢，你圈选学生的内在的情绪的辨识。我好奇的是，就你个人的情况，谁的情绪是比较复杂的？好，谁的情绪是比较复杂的？好，我的意思是，谁的内在其实是更加的波涛汹涌？好，那请老师呢直接回应哈，你觉得是老师的情绪这个冲突事件，老师的情绪呢比较多，比较复杂，还是学生的情绪比较多，比较复杂？那邀请各位呢就回应一下。好，那我目前看到的情况是，学生的情绪比较多，比较复杂，目前是 40%， 那认为老师的内在是比较复杂的有 60% 哈。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好，我现在想要邀请大家做这一个圈选。我们刚刚第一回合呢，试着站在冲突事件的老师的立场去觉察，如果我是当事人老师的话，我的内在会出现哪些情绪加以圈选。然后紧接着第二阶段是邀请大家站在学生的角度来画横线，可能出现哪些情绪。我好奇的是，老师经历过这两个阶段的历程之后，你的情绪有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化？也就是又回到自己的身份。如果你又回到冲突事件老师的立场，经历过刚刚的这两回合的情绪辨识之后，有没有什么地方哪个情绪出现什么变化？我举例说明，比如说我本来没有难过，当我了解到学生的内在出现这些情绪之后，我开始出现了难过。或者是我本来生气是也1到10分呢，有9分非常的生气，当我了解学生也有这些复杂的情绪之后，我的生气变少了，从9分变成只有剩下5分。好，那我现在邀请各位在自己的讲义上面呢画星号，你会出现哪些情绪的变化，变多变少，原本没有这个情绪出现了这个情绪，或原本有这个情绪但却少了，消失了。好，那邀请各位呢用星号来做标记。好，如果你完成的话，那邀请大家呢进入到互动问题6，你的情绪出现了什么变化。好，意思是就是到这里哈，请你一样就是回答上面的问题，你的情绪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好，那我也练一下大家的哈，目前回应的老师提到他不安会消失，会减少一些自责，但他会增加一些惋惜。还有一位老师说他的生气会减少，那有些老师会感受到不被尊重，有些老师觉得他的挫折会增加，但是愤怒却减少了。有一位老师说他会有一点自责，另一位老师说愤怒减少，会出现不舍，出现自责，出现心疼，难过，心情会变得比较平静。好，会有些内疚，感到自责，出现心疼。那
最后一个问题我问的是，借由以上的活动，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比原本更靠近学生的内在了吗？好，那超过三分的老师有占了绝大多数，就是经过以上的活动有了解自己，也更靠近了学生的内在。好，很感谢大家的回答，大部分的老师呢几乎都觉得自己更靠近学生的内在了。那以上这个活动呢，我想要做个说明，我们用冰山的隐喻来做个说明。其实一开始老师跟学生的互动是在冰山以上看得见的部分，也就是老师观察到学生没有带讲义，没有跟人讨论，然后呢学生看得到的是老师靠过来开始去对他有一些指责，不管是行为事件或应对姿态，都是在冰山以上。那也是以往我们在跟不管是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学生或是跟你的伴侣之间，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层次呢互相的对话。那这种对话的结果通常是两座冰山呢碰撞，产生更大的冲突。那我们刚刚做了什么呢？我们刚刚就是邀请大家做内在的情绪的辨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是试着将关注的点往冰山以下，以往不容易看得见的部分去做观察跟觉知，也就是觉察。所以透过刚刚的活动，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发现或感受，也就是当我们可以从彼此的内在的情绪去做觉察的时候，双方其实会比较容易靠近一点，也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效果。透过这一个感受的切入，我们会对于原本不被觉察的冰山的更重要的这一个层次呢，内在的这一大块有更深入的看见。那通常当你能够看见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对话。如果你还是停留在行为本身的话，是不容易有产生好的结果的。好，更重要的是，如果老师开启对话的人也能够看见自己的渴望，也看见学生的渴望的时候，在这一个层次工作效果会更好。怎么说呢？因为渴望是人类所共有的，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可以自由的决定我该怎么做，那我也希望我的所作所为是可以被接纳的。好，那这样讲是很抽象的，等一下我们再做一点说明。那总之呢，透过这个内在冰山的一个介绍，希望可以让各位更加了解，我们可以试着不要停留在行为本身。未来如果你跟你的学生或者是跟你的家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可以先试着进入到感受的部分，运用刚刚的这一份表格，负面情绪列表，来自我核对你的内在有哪些感受，以及去试着换位思考。但是这里的换位思考不是观点上的，而是去贴近他的内在的感受，可能会出现哪些情绪。好，那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那我接下来呢想要邀请大家开始阅读文本，讲义第二个竹之舞退勤师。怎么会想要邀请大家看这份讲义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在刚刚的文本讲义一的时候，这一位国文老师呢很用心的做了课程的准备，他其实所教授的课程正是什么呢？没有错，他所用的文本刚好就是竹之舞退勤师，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奇，这个文本到底在讲什么。那当我看完之后，其实我蛮惊讶的，哇，这一篇文本跟其实这位老师所分享的师生冲突呢，两者
我看到了好多的共通点，那我也邀请各位试着将你所阅读的讲义文本一呢，师生冲突跟竹之武退勤师这篇文本做个对照，然后请你说说看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好，那我给各位一点时间哈，去阅读一下。那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呢，如果你觉得我的声音对你有一些干扰的话，你可以把声音先关掉哈，我会给各位两分钟哈。因为竹之武退勤师大概是高中的文本哈，高中生会阅读到的文本，那有些老师可能有一段时间了哈，那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然后看完之后请你试着去比较两者有何共同点。那一样请各位在那个YouTube 上面的聊天室呢，直接留下你的讯息哈。你觉得这两个最主要的共通点是什么？好，如果你已经看完的，那就邀请你写下，用简单的四到两个字呢，去写下你的观察哈，觉得哎，你有找出来吗？这两篇文本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点的哈。好，那我说说我的看法。好，我觉得它最大的共通点呢，就是都是试图从对话，开启一个对话来解决冲突，大家有发现吗？只不过竹之武它确实有效的达成了，而在这个师生冲突文本里面呢，老师也试图开启了对话，但是我觉得跟我很像哎，像以往我在没有学习萨提尔对话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想要对学生呢做一些提醒，然后对学生呢讲一些道理，可是往往效果不是很好哈，也发生过像这位老师的一些冲突，然后学生呢非常的生气，那当然老师的我也是非常的不开心。好，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好，我想要把对话解决冲突呢，这做一个拆解，邀请大家去思考一下哈，在对话能够解决冲突这个历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能够做到这个效果？怎么会竹之武的这个过程呢？他很顺利的解决国家的一个威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像师生冲突的这个文本里面的老师，明明学生做错事了，我靠过去想要提醒他，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啊，学生的反应却这么的激烈。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在对话到解决冲突之间这一个箭头，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呢？好，那有一个老师回应哈，他说这两者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没有在同一个频道里对话。好，这个是共通点。好，我有点困惑哈。好，没关系，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邀请大家哈去思考一下，从对话到能够解决冲突之间这个箭头，代表着要做哪些努力，或者是需要哪些条件的配合才能够做到。我想要邀请各位去思考一下哈，如果说好，有一个老师说理解，有一个老师说站在不同的立场在进行对话，好，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法跟观点哈。对，如果说竹之武在跟秦王对话，没有去试着去考量秦王的内在的想法、观点跟感受，以及他的期待是什么的话，那么竹之武的这个
对话效果可能就没有很好。那相同的哈，那在我们很多时候在事件冲突的在那个师生冲突，或者是亲子冲突，或者是我们跟伴侣发生冲突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如此？哎，可是啊，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邀请大家也去思考一下哈。我们都知道要有同理心，要能够换位思考，可是在那个冲突的当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到底该怎么办？我已经看到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可是我却不知道如何的去安顿自己的内在。好，那我现在想要邀请各位呢进入到那个互动的问题七哈，我们现在还原到真实的一个状态，请各位现在回想一下哦，你最近曾经发生的一场冲突，很日常的就好，也许是你跟你的小孩，或者是跟你的伴侣，或者是跟你的学生，或者是你跟你的家人。好，那请你进入到问题七哈，带着这一个回想的画面，然后去点选问题七，然后试着去回答这些问题。好，第一个问题呢，要问各位的是，其实从刚刚到现在呢，我有进行了直播的一些内容哈。那我想要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教学安排里面没有出现以下哪些步骤？那这个问题是让我知道一下哈，你对学思达教学流程的一个理解啊。好，那请你是可以复选的哈。那第二个问题，我刚刚整个课程呢，一直到目前为止大概进行了45分钟，而这个时间点，我一开始进行的活动是暖身活动。我邀请各位在 Google 表单上面去填写你的姓名，你希望我怎么称呼你，还有你此时此刻的居住的城市，你的心情是如何就是核对一下各位的内在。好，那我想要问的是，那这个暖身活动是属于哪你如果是由你来安排的话，你会怎么去做？它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我可不可以用小组讨论的方式来进行啊？那刚刚那个方式的话好像比较像是师生问答嘛啊，那有没有可能我在进行一个课程的时候，我可以设计一个问题先抛出来让学生做准备，或者是在每一堂课的暖身活动之前呢，老师先做课程的一个重要的说明。好，那请你思考一下哈，你打算怎么安排？那这个安排呢，可以让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好，那有老师反映没有找到表单，哎，那个我们的助理已经有在聊天室呢上方提供的表单哈，你可以随时点选。那再来，我先邀请各位阅读了第一篇文本，就是师生冲突。那因为有请你们先事先列印下来嘛，那相信许多老师都很快的看过了。好，那个过程呢，对我来讲是比较偏向学生自学。但是除了学生自学以外，其实我也设计了一些互动问题来跟各位互动哈。好，所以这也算是师生问答。那当然你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好，那如果是由你来安排的话，在文本的阅读方面你会怎么做？而刚刚的45分钟里面，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是在做情绪辨识。那请各位回溯一下哈，情绪辨识我总共安排了几个问题，还记得吗？我先请你做了圈选，然后再请你上互动问题的表单呢去进一步的回答哈，你所圈选的内在情绪有几个。好，然后再来陆陆续续的进行了几个提问，都是有关情绪辨识的，也就是在我的安排里面我想要让各位了解，情绪辨识其实是帮助我们进入到彼此内在冰山的一个很好用的窗口。当你能够切入到彼此的感受的时候，比较能够去辨识双方的内在，不会停留在问题的表面。
也就是萨提亚女士讲那句话，问题本身不是问题，我们如何面对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好，那透过这个情绪辨识，我开始做了冰山的简介，而这个简介我又是用什么方法呢？那老师，如果这堂课是由你来呈现的话，你会想要怎么做？那因为这是一个直播的形式，所以有一些地方你可能没办法这样操作，但如果在你的教室里面，在实体的一个师生互动里面，你可以怎么操作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然后一直到最后，我邀请各位去阅读竹之舞退情诗，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段落做一些讨论跟思考。好，那这个部分如果是由你来操作的话，你会怎么做？好，最后一个问题是，我想邀请各位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在课堂上你看到了学生有些不太好的行为，就像文本讲义一样，这个师生冲突呢，学生他没有带讲义，也不跟同学讨论，那老师你这时候你会选择在哪个阶段，如果你有进行学思达教学的话，你认为在哪个阶段处理是比较妥当的，比较不会影响课堂的学习跟教学的进度？好，那我来看一下大家回答的情况如何。好，很感谢目前有31位老师回应。好，那有老师认为说，我今天的教学主要没有进行的步骤是小组讨论。好，大部分老师这么回答，其实我自己内在所预设的答案其实是这一个，小组讨论。那有没有学生自学？有啊，我的学生自学指的是老师听了我的问题之后，开始在讲义上面去阅读，或者是在情绪列表上面去圈选。好，这都是属于学生自学的部分。好，那思考问题呢？各位老师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一直在丢问题，在跟各位做互动，是吗？那个师生问答确实比较少，但我有看见各位的回答，我设计的问题，然后学生呢，也就是你们透过表单，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的聊天室呢，留下你的讯息，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可以了解你的学习的状态，跟你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那在教师同诊的部分，也就是我可能在一个问题的结束之后，把我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例如说，我现在就是在做教师同诊，也是在做师生问答。好，所以大部分老师都有注意到，就是在整个教学的安排里面，主要是没有进行小组讨论。好，那这是因为这是一个直播的一个形式。好，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有很多的老师呢，面临的，如果说在进行暖身活动的话，那大部分老师会采取的方法是师生问答，然后有些是会抛问题让学生思考，这都是一个很棒的安排。那在文本阅读的部分，更多的老师当然知道，这就是要给学生自学的一个阶段，然后同时也要搭配适当的问题，来做一个互动。好，在情绪辨识的话，那老师们的安排会更多是在让学生去思考这个问题。好，在冰山简介的时候，更多老师也是同意，他会用教师同诊的方式来进行。然后在竹之舞退情诗的话，其实它这个部分或者是这个段落呢，也是可以具体的五种操作，加以灵活的运用。好，所以其实看到这里，不晓得老师有没有一个发现，我们的教学在学生的注意力有限的情况底下，适时的去做节奏的切换是必要的，而且也会让学生的学习更加的有成效。然后呢，你看，每个环节呢，它其实都可以有五个学思达的五个步骤去交错的运用，重点是在于它有没有要
达成你原本预设的一个效果，如果有的话就很好，那如果没有你就可以再做调整。那有了学思达五个步骤的一个结构作为参考之后，老师就可以很快的去调度自己的时间，还有切换自己的上课的一个模式。那以我个人而言，我每个知识点大概都会用这五个方式来进行。那如果发现时间不够的时候，我可能时间就短一点，一到两分钟或者是三到五分钟的一个切换，它就会达到还蛮不错的效果。所以我的学生常常会觉得说，哎，时间一下子就到了，就下课了，而且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机会跟学生聊天，都是在上课，可是那个效果却让学生时间感，那个时间感呢，感觉哇，一节课45分钟一下子就下课了哈。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发现学生在课堂上有一些不当的言行的话，老师在什么时候处理是比较妥当，不会影响到学生的教育学习啦，或是老师的上课进度？好，那老师的回答哈，我看到的是有三个部分，好，有三个部分最适合。大部分老师觉得是学生自学，还有小组讨论以及思考问题的时候，非常好，我也认同哈。主要其实就是这三个时间点，因为如果你在师生问答的时候，学生都会把眼光注意到你的老师身上，所以老师如果这时候停下来处理问题的话，学生他就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那比如说像事件里面的当事人，其实那种情绪在众目睽睽底下，那情绪的那个一定会更加复杂，而且老师也会更加的紧绷，因为全部的人都在看老师怎么处理嘛，所以这样的处理在师生问答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理想。同样的，老师正在讲述，正在统整，如果把时间花在跟学生的不当言行做处理的话，也会停下来，对吧？哎，同学，你怎么趴着？你本来正在讲重点，然后你突然间呢花了十秒钟在讲同学你怎么趴着，那么这十秒钟不就是一种浪费吗？因为另外的二三十个学生他没有趴着啊，只有这个学生趴着，你却因为他而停下了讲述，也是会有影响的哈。所以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其实是在学生自学、小组讨论，或者是学生思考问题的这个阶段来进行是比较好的。好，再来。好，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并不一定要这样子做哈。学生自学、问题思考、教师统整，这个五个步骤是可以自由的去组合的，观看老师的需求，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哈，就可以做这样子的切换。好，那再来呢，我想要问第八个问题哈。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什么样的时间点来处理学生的问题，当学生发生了不当的言行的时候，哎，没带讲义啦，上课趴着啦，这些行为我们已经知道最好不要在老师在做统整，或者是老师在跟学生进行问答的时候来处理，因为这时候反而会让场合变得更尴尬更紧绷。好，那我现在已经知道其实就是学生在自学的时候，或是小组在讨论的时候，我靠过去跟发生问题的学生做讨论就好。可是我靠过去就可以了吗？像在讲义一师生冲突里面，哎，其实老师的时间蛮不错的啊，他其实是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才跟事件中的学生做互动，不是吗？哎，可是怎么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哈？出现了那一个很紧绷的，甚至非常火爆的激烈的冲突。那我想邀请老师呢，进入到问题八来做思考。好，这里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也请你回想一下哦，你真正跟你的
同事、跟你的学生、跟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发生冲突的时候，回想一下，那双方的内在的心情红绿灯不太可能会出现以下哪一种情况。好，这是当选题，那请各位做个判断。好，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大家的是，那根据刚刚的这两份文本，讲义一跟讲义二，如果老师真的要讲道理跟同学沟通的话，你觉得什么时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点？好，一个是这里是可以复选的，你觉得哪个时机点是比较好的，什么时候是可以讲道理的一个良好的时机？好，那给各位一点时间来回答。好，目前呢已经有28位老师呢做回哦30位了。好，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呢？好，大家呢有志一同哈，不太可能出现在冲突的当下，老师的内在是绿灯，学生也是绿灯哈，这几乎是很难的哈。那有少数老师认为说，不太可能会出现老师是红灯，学生也是红灯。好，那还有一个有趣的答案是，老师是红灯，学生是绿灯。好，我要说说看哦，哎，其实有哎。就是有时候老师很生气哦，可是学生有没有感觉？他没有感觉。好，因为之前其实我有教过有一些就是算是一种人际互动障碍的学生吧，他不太会察言观色，哎，就老师呢非常的生气了，可是你靠过去他其实不知道你在生气哦。好，其实是有的。好，那目前已经有60位的伙伴回应了哈，那大部分的老师都同意。当你在冲突的时候，双方会绿灯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几乎是很困难的。那这个困难其实是有大脑神经科学在支持的哈，也就是杏仁核。我们的杏仁核呢，它在整个演化的过程中呢，它让我们很容易进入到这个情绪就是警戒的状态。那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这30年来呢，有很多有关大脑神经科学的一些科普书呢是可以看的哈。那老师们可以自己再去搜寻。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让老师们回应的是，那根据两份文本，什么时候才是讲道理的好时机呢？好，有高达57%的老师都同意，只有在老师是绿灯，学生是绿灯的情况底下，我们才适合跟学生讲道理啊，讲道理或者是给建议。好，那有40%老师说呢，如果老师是绿灯的话，学生是黄灯，好像也是可以讲道理的哈。好，那我有一个好奇哦，好，我有一个好奇，当我们是绿灯的时候，学生是黄灯，哎，各位，我们回到冲突那个文本一好吗？师生冲突的过程中，请问一下，当老师要靠过去跟学生讲说，哎，你的讲义呢等等之类的时候，那时候学生的心情红绿灯是黄灯还是红灯？对吧？有没有发现？所以那个学生是什么？一开始是黄灯，对吧？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类似的状态哈，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双方在对话的时候呢，两个人可能还是绿灯，可是讲越讲到最后的时候，慢慢的绿灯变黄灯，然后黄灯怎么样，没有错哦，就开始变红灯了哈。所以这里呢，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那这个体会呢也是在天安老师，张天安老师还有李崇建老师给我的一个学习哈。我后来发现，当课堂上发生的学生有出现一些不太妥当的言行的时候，如果我当下可以处理的还不错，十之八九是我的内在有安顿好。可是以往十之八九我的内在都是什么？都是黄灯的，因为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就是如此。当你看到学生的一些行为
不符合我们的期待的时候，我们的性能核其实就会开始高度警戒，所以你的内在就会进入到黄灯的状态。那这时候怎么办？你要想办法，像很简单的方式是你可以先深呼吸哈。那深呼吸的方法或者是静心的方法有很多方式，那当然不是只有冲突的时候才深呼吸，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静心呢变成一种习惯。好，那所以我可以透过自己的内在的情绪的觉察还有深呼吸呢，让自己的黄灯变成绿灯。当我安顿好之后，我才会靠近学生哈，否则就算我是内在是黄灯的状态，我却想要过去跟学生讲道理，一下子黄灯就会变红灯。好，就是本来我期待对话可以解决冲突，可是呢却没想到我的对话却反而让冲突变得更严重。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通常是如此？好，所以呢当我发现自己的内在由黄灯慢慢的稳定为绿灯的时候，我才会靠过去。好，那可是靠过去之后呢，学生的内在可能是黄灯哦，他可能是黄灯，甚至已经是红灯了，怎么办？我这时候跟他讲道理吗？同学讲义怎么没有带？这样子是好的吗？好，那可能不太恰当。好，所以像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利用那个小组讨论，或是学生自学，或者是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呢？做一件事情就好，去建立连结。好，当然在课堂上我可能没有办法有很多时间去这么做，等一下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哈，我是怎么做的。好，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内在是稳定的，可是你看对方的内在可能是黄灯，好，就是你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辨识哈，例如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表情，好，这些你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判断。如果学生是红灯的时候，那千万千万，也许这时候冷处理，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比较好。冷处理，因为他已经快要崩溃了，或者是已经要爆炸了哈，这时候让他有一点点缓冲是比较好的，用一些比较正向好奇语言靠近他就好。等一下我会做简单的示范。那如果对方是黄灯的时候也是一样哈，你就温和的坚定的告诉他你对他的期待就好，或者是给予他提醒就好，但是也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哈。好，当我们能够真正建立起彼此的连结的时候，那么才有可能解决我们遇到的冲突或者是问题。好，那我觉得这个流程呢很对我帮助很大，那也跟大家呢做个分享。那我分享一下哈，就是在这之前呢，我其实不太知道，原来在面对课堂上或者是日常生活的这些冲突，我应该先去照顾自己，先去稳定自己。我常常呢就会发生了文本一讲义一哈师生冲突哈，我觉得那一篇故事啊，那位老师真的非常感谢他愿意分享，因为这也是我遇到的很多的类似的情况。我现在偶尔也是会如此，但我很庆幸我现在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我回到自我的安顿，通常问题就会处理的比较好，但很多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可以这么的稳定，但我总是知道我是有选择的。我要分享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个大概是几年前的哈，我有一个学生呢叫阿凯，好，这是化名。那有一次呢，我们在做小组讨论，结果发现那一天呢，阿凯的状态很怪，他脸色很紧绷，然后也不参与讨论，所以我就靠过去，小组讨论时间嘛哈，我靠过去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后来马上发现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指责的口吻，我对阿凯说，阿凯，那你怎么都没有参加讨论啊，没有参与讨论，你今天是怎样啊？哎，有没有发现我的语气有点不耐烦，有一点指责哈？我才讲完这句话，我看到阿凯，哇，他的拳头就是
紧绷，然后有点身体在发抖，哇，我立刻察觉到了啊，这个孩子怎么了？嗯，他已经黄灯快要变红灯了，跟平常的他很不一样。那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是有选择的哈，所以我立刻觉察到之后，我就调整一下自己的内在，我先确定一下我是不是绿灯的。当我发现我是绿灯的时候，我才又靠过去跟阿凯说：“阿凯，哎，对，我停顿下来哈，我把讲话的语气变得更慢一点，然后跟他说：阿凯，你现在很生气是吗？哎，切入他的感受，老师知道你很生气，可以告诉老师发生什么事吗？你怎么那么生气啊？”阿凯呢，他就开始跟我讲，老师，我一整晚没有睡。哦，怎么了？你怎么一整晚没有睡啊？老师，昨天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哥哥打架，他们还把家里的玻璃都打破了，我很担心他们，我一整晚都守着他们，怕他们发生冲突。没想到来学校还被你骂，哇，我真的好庆幸哦，很庆幸我学会了正向好奇。阿凯，原来这样啊，老师知道了。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很不舒服，需要休息的话，你可以趴下来，没有关系，不要勉强。谢谢你让老师知道你昨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还愿意来学校上课，老师真的觉得蛮不简单的。好，那各位猜猜看，阿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后，他会趴下来睡吗？嗯，没有，他开始参与讨论了。唉，我回想这一幕啊，我还是觉得很感慨哈。以前的我会怎么做呢？我大概会很生气吧。哦，你握紧拳头是怎样想跟老师打架，对吧？可是其实这就是让两座冰山碰撞，我红灯他也红灯，那个结果当然是很不恰当的哈。所以我大概今天的一个很主要的分享是邀请大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随时去觉察自己的内在心情是绿灯、黄灯还是红灯哦。光是能够觉知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安顿好自己，就是一个对学生、对冲突事件的彼此是一个最好的帮助了。有时候不要急着去解决问题。如果说过往十几年，或者老师你的教学经验比我更久，二十几年，你这么处理的结果并没有更加理想，那我也邀请你，有没有可能在十次的冲突里面有一次试着先去照顾自己的内在，让自己的内在变成绿灯之后，再去试着跟对方去产生连结。而这产生连结就是一个很好的关系存款，当然有人把它称为爱的存款，我是把它称为关系存款。学生有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时之间造成的，它可能有很多的因素造成，不完全跟老师有关系，我们愿意改变自己的教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但是，学生不能够理解，我们也可以去体谅对方，然后试着看重自己的努力的同时，也多一点点的包容，去理解学生他可能有些状态需要我们可以多一点照顾。好，那当然无论如何都是先去照顾好自己再去处理。那个当下比如说以刚刚的情况来讲，我并没有直接去指责学生，可是学生能够因为我跟他建立的关系之后，他会更加的去安顿，那或者是配合我的一些要求哈。那另外之前前一段时间几周前，我跟
飞晨老师、崇建老师还有明东老师呢，我们有做了一个教室里的众生对话哈，那个众生呢也是指冰山对话的意思哈，也都是这个例子。那里面我们有一些示范的案例，那也邀请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哈。当然时间蛮长的，大概有两天嘛，共十二个小时，里面有一个具体的示范跟案例，那也邀请各位去看一下。好，那我再做个总结哈。未来在面对不管这个对话是像竹之舞跟秦王的对话，这是国际谈判，我们跟孩子的对话也是如此啊。其实如果我们不是在自我内在安顿的一个情况底下先处理好，就急着想要去解决问题，省略了前面两个步骤，一定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啊，十之八九。所以当我能够安顿好自己，我就可以运用以下的具体的策略来跟对方建立起连结：不给答案，不讲道理，不导向期待，不问为什么。所以我跟阿凯的对话就是怎么做的，我其实好奇的是，你以往都很认真在参与讨论，今天发生什么事了，怎么那么的疲惫，老师跟你讲一句话你那么生气，可是我有没有去追究他生气对我不礼貌？没有，我不会去导向这种期待，而是对孩子的关注，对学生的关注，还有对他的好奇，然后我问他发生什么事了，就是一个具体事件的回溯成因，就是眼前孩子的不参与讨论，只是冰山的看得见最外显的部分，但是他内在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用切入感受的疑问句问他，老师发现你好像很生气，是吗？你怎么那么生气啊？可以跟老师说看发生什么事了吗？好，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最好的对话，透过提问，透过聆听，就可以达到蛮好的效果。而事实上我原本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需要去解决了，因为我对他的观点，我对这个学生的看法已经很不一样了，我对他有更多的敬佩跟欣赏，他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来守护家人，这已经是很不简单的哈，一个孩子，一个学生。好，那我想要问的是今天的课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那也邀请各位针对我今天的直播呢给予我一些回馈，你们的回馈其实对我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这大概也是我很喜欢教学的原因吧。像我在面对直播的时候，我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在设计这些问题哈，因为我看不到各位的一个回应，而在教学现场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可以感受到学生的回馈，那个回馈就是我可以立刻知道我可以怎么修正我的教学，怎么去做调整，然后我真的蛮感谢自己有机会哈，在这一辈子成为一个老师，我觉得真的很幸运，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成为对于做一个公民老师哈，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可以影响更多人去关心台湾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而且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日子哈，刚好也是我们的总统就任的一个日子，那在这个时间点可以跟大家有这样的互动哈，真的还蛮开心的。好，那邀请大家哈，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留言。那我最后呢，在等待大家留言的过程中呢，想跟各位再分享一个故事哈。那这个故事是我很喜欢的另外一个故事哦，就是马戏团经常会有大象做表演嘛。那大象它是怎么去训练能够做出这些表演的呢？当然现在因为动物的一个保护，所以现在比较没有了哈。那据说是大象在很小的时候，还是小象的时候呢，就是被马戏团的一个训练师呢加以做训练，所以从小象就开始加以培训哈，去训练它。那小象其实很活泼，
所以呢，训练师呢就会在马戏团呢用一个木头木桩呢把它钉在马戏团的角落，然后当小象做完训练之后呢，训练师就会把小象呢拴在这个木桩上面一段时间哈、哦，然后等到大象长大了，小象长大变成大象了，其实很有趣哦，还是用同样的那一根小小的木桩呢拴着它，可是大象呢却不会有任何的抗拒，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像刚刚讲的哈、哦，因为从小到大。他已经习惯那个木桩，在小象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脱困，那个木桩呢远远超过小象的力气，可是当小象变成大象，力气已经非常的大了，可是他已经被过去的这个木桩呢制约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帮助很大，是我常会在想我跟学生的很多互动，比如说我到现在发生师生冲突的话，我不敢说我每次都处理的好，大概十次冲突呢，我目前大概会有三次到四次处理的还不错，但是会有六次到七次呢还是在惯性里面，而那个惯性就是我的木桩哈、哦。但我想到这里我自己还蛮感动的，因为我的成长的过程中，大部分的老师大部分的师长对我都是采取威权的对待，可是我们这个世代很多老师跟我一样，我们这个世代却愿意开始去看见自己的惯性，看见自己的木桩，然后试着找出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可能来帮助自己还有帮助我们的孩子跟学生，所以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够去看见自己的惯性，试着去走出另外一个小径，好，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上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可能性，光是这样的选择或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我觉得就很值得肯定。好，那有伙伴有提出问题，有没有分享实例课堂冲突，我有自己的部落格，你可以搜寻一下哈，那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我的脸书，那我也经常在台湾的各地办工作坊，我刚刚所做的是一个最简便的情绪觉察的示范，如果老师你可以在一天里面，或者是说像我刚刚讲的，以前你跟学生产生十次冲突你连一次觉察都没有，如果你现在可以开始有一次觉察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邀请各位你可以锁定我的脸书动态，或者是去找到我的部落格，你只要打我的名字应该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我常常会分享我在师生互动的一些例子里面。好，那现场失去理智的话无法套用冰山怎么办？那至少我觉得啊，各位你想想看，以前你连一次觉察都没有，可是你下去发现，我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我觉得这个看见就很不简单，以前你是过了好几天都没有发现自己失去理智，你现在是发完脾气你马上就发现自己刚刚好像又失去理智了，请肯定自己这样的进步，因为我们小时候啊就是不敢犯错，因为一犯错就受到大人很多的指责，所以现在我们的内在会有这种惯性，常常会看不到自己做的还不错的，然后自己有做不好的会给自己很大的批判，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开始意识到，我教学经常发生这样的一个失控，我可能就可以多照顾自己，比如说我是不是给自己太多工作了，我是不是太久没有好好休息了，那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讯息，可以提醒我们做一些调整，而当我没有做到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在批判自己，而是觉察自己有这个状态就好，而当你正在批判自己的时候，如果你也发现了，也不要再批判自己说，我怎么又在批判自己呢，你只要觉察就好，哦，原来我现在正在批判自己，这个觉察就有点像是用一个比较朋友的眼光来陪伴你，可以运用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请你回想一下哈，在生命里有谁对你而言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当你没有表现好的时候，那一个人他如果在你身边，他是会怎么样的鼓励你？用这样的一个想象，用这样的一个贵人呢，当你下次没有做好的时候，可以邀请他，用想象的来邀请他跟你对话哈、哦。那我觉得这也是个蛮好的方法。好，那尤老师问，我发现学生很没有信心，那我关心他的话，他就会有一段时间认真哈、哦。可是因为现在网络教学了，见不到面，怎么鼓励呢？各位老师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你会因为看一本书而被鼓励吗？或者是看到某篇文章而有被感动？所以我在想，文字是有力量的，所以老师你也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式来关心对方、哦、具体的一致性的表达。那有时候那个种子种下去之后，一时之间你可能看不到，可是千万不要泄气。像我自己就有发现，光是我们愿意这么做，愿意真心诚意的去做这些文字的回馈跟陪伴，它就像一颗一颗的种子哈，会种进你所关心的家人、孩子、学生身上。那甚至你可以录音啊哈，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你可以录影，你可以录音一小段，一分钟或者是几十秒，表达你对他真诚的关心，我想应该会达到不错的效果。好，那已经进入到问与答时间了，那看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哦。谢谢各位有给我很多的回馈，就是因为这些问答设计的部分有许多的互动性，也缩短了线上课程的距离感。对啊，我也蛮喜欢自己这个问题的设计，因为其实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想法，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各位，那我怎么样跟各位有一些互动、哦、那另外呢，我也会把刚刚的所有的问题的大家的回馈呢放在我的脸书动态、哦、那欢迎各位可以来看一下。刚刚那些问题呢来自于台湾还有海外的老师的一些看法，我相信大家彼此有更多的一些学习。好，那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今天的好有一个老师，抱歉、哦、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哦、就是学生如果不参加有情绪，然后他也不愿意讲，郭老师会怎么做、哦、我先承认、哦、我有时候面对不讲话的学生，我也会很容易有情绪，可是我现在会看见自己这一点，就是我发现哇，有些学生的某些反应会特别激起我的一些特殊的情绪哈，我会觉察到自己这一点，那我就会冷处理，就是让自己先变绿灯再讲，我先不要急着去处理。然后呢，有时候啊，我觉得自己已经是绿灯了、哦、那我一靠过去，结果他不讲话，我立刻又变黄灯，我就赶快深呼吸哈。所以后来我发现，我就暂时不去处理，那我先做我可以做的哈。所以我可能没有更好的做法，但我想要分享的是，我就是先试着去关照自己，先处理好自己。那有时候某些孩子可能我对他的帮助真的是有限的。有一句话最后送给大家啦哈，这句话那时候听到之后蛮有疗愈的，跟各位分享。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再好的医院都有太平间。不晓得大家听到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哈？再好的医院都有太平间，所以我要承认自己，也许面对某些学生，我可能能力有限，但至少我可以让他跟我的相处不要，是关系越来越恶化。好，我会提醒自己，至少他还愿意在我的课堂上出现。有些学生他可能会用许多方法逃避，不愿意出现嘛。那我想，能够让学生愿意在课堂上面，哎，至少看得到他没有身体不舒服，没有消失，我也觉得很安心。那我就会给学生这样的一个彼此也是给自己退一步的空间吧。好，那很开心，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拜拜。
谢谢各位侨教老师和粉丝网友今天的热情参与。全球华文网2020第六场直播教学分享会到此结束。接下来，全球华文网直播教学分享会将邀请尤浩云、黄黎满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内容精彩可期，请大家锁定全球华文网的最新资讯。我们台湾时间5月26号上午10点，线上再见喽，拜拜。